这是华沙老城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老城啊，完爆了布达佩斯啊！你看这个雕花，这雕花有人还在这插了个烟卷儿。是哪儿樱桃？这儿有烟卷儿啊。那做的还不错，做工挺好、啊。我觉得这面比布达佩斯的老城要好。是吗？嗯。就比较亲切。对。因为没有那么多游客，而且阳光，你像布达佩斯那个山，布达山上面那多乱呢，乱糟糟的。第八区，滚开！给我救你！我这边给你摄影。干净啊！啊，这是个向日葵是吧？嗯，还真是个向日葵。偷个瓜子拿起来。这向日葵这种有点像百合一样的。百合，嗯。然后还有玫瑰。哎，它这雕还不太一样，每个都画的不太一样。没有，它有三种而已，就是三种。啊、玩重玩不不断重复，嗯，挺好。那边那楼是什么呢？那个楼，那个、白的那个，那个。我觉得很宏伟啊，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？它这个楼都比布达佩斯矮，只有两层、三层，最多三层嘛，三层加最多四层应该。啊，这所以就是感觉很开阔，可以看到天。是是是。